第二三题，23到26题为题组。第二三题，假设今天在南亚国中测试自由落体实验，将一颗大铁球质量1公斤与一颗小铁球0.5公斤，同时从离地20公尺的高度，初速度为零自由落下。假设空气阻力可以忽略，请问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晓得自由落体从相同高度落下的时候，因为它们有相同的加速度，所以不论东西的质量大小，它们都会在同时间着地，而且着地的时候的速度是一样的。所以第23题问我们说，请问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大小铁球几乎同时着地。